学会这个大扫除清洁妙招，让你过年扫除事半功倍。一、贴春联留下的胶印难去除。我们在碗中加入牙膏、洗洁精、白酒，搅拌均匀，抹布蘸取溶液，静敷两分钟，再反复擦拭，胶印轻松脱落。二、小孩子总喜欢把脚往墙上蹬。我们在碗中滴几滴风油精，一勺食盐，适量白醋，清水稀释后用抹布蘸取，擦拭墙面，干净如新。三、灶台油污难去除，在上面倒上食盐，加入洗洁精和小苏打，铺上一层纸巾，最后淋上白醋，静置10分钟后，顽固油污一擦就净。四、油烟机用久了，储油盒会有一层厚厚的油污，特别恶心。我们往油盒中加入洗洁精和小苏打，淋上白醋，让它们溶解2分钟，最后倒入滚烫的开水，静置10分钟，来回摇晃，清水一冲就干净。洗完的储油盒先铺一层保鲜膜，再铺上一层纸巾，下次再脏了直接撕掉换新的。五、拖地不能只用清水拖，拖地水加洗洁精，客厅地板无脚印，拖地水加小苏打，厨房地板不怕油，拖地水中加白醋，厕所异味都没有，拖地水中加食盐，冬天拖地干得快。